十月三十一号晚上十点，赵丽颖更新微博，收到的最棒的礼物，谢谢你，我的香克斯，并晒出七张照片。照片中，武力小虎眉头紧锁，怒目圆瞪，亦或是头发凌乱，配上略显狰狞的小眼神，这一张张都让小编又想舔屏，又觉得好怕怕。我说老公，难道这条微博是特意发在万圣节来吓唬宝宝们的吗？然而这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图二的纸条上写着这么一段话：这个世界并不是掌握在那些嘲笑者手中，而是掌握在那些经受得住嘲笑与批评，不断往前走的人手中。瞧这意思，原来我们家小包子是在深夜回应他人的鼓励呢。有网友表示，感觉我影的黑粉也挺可怜的，因为他们每一句嘲讽诽谤不仅对他毫无影响，而且还能转化为工作动力，大写的心疼，五毛拿好。还有网友宝宝吵着，我想要墙上那张黑白海报。我说这位同学，你关注的点还真是与众不同啊。本老师想说，武力影宝肤白貌美，脸圆演技佳，黑子们还是早点散开吧。芒果捞新闻，老公答应我以后还是早点睡好吗？报道。